中方对个别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的抹黑香港、干涉中国的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想指出，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这一事实不容诋毁。与此同时，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基本原则，新闻自由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敦促有关国家和机构恪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